想到，这一次闪耀版第六弹的布鲁克积木人隐藏款，居然不是奥特战车。纳尼？你看看这黑影呢，这隐藏款藏也藏不住，一眼就知道是谁呀、啊？不可能！而且大家看看这一次的地台特效件啊，也有提升哦。哦，这加古拉是加古拉。还有别的形态能做成隐藏款吗？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、哇塞，那卡哥能不能猜到？我们一起来开箱吧。这一次的新角色也真不少啊，来来来。而这一次的封面，哇，还是飞天欧布哦。第一个能猜到谁呢？来看看。哦，第一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高之月神形态。这新地台也非常大方的，特效件给了四个板件啊。第二个。哇，两个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，就是盖亚米尔型，感觉这新地台才是本体好不好啊，太酷了！继续，亮个相吧，奥特战士，新角色来喽，阿古鲁米尔型，第四个啦，满怀期待，哎，这谁呀、啊？哎，这颜色有点怪啊，哇塞，对吧？隐藏款的加古拉，他的登场现身形态。而地台的话呢？哇塞，还是渐变颜色的呀，太酷了！加古拉，不能知道！哇塞，这隐藏款也太精致了吧！头雕和胸甲的纹路简直没话说啊，而且小腿的铠甲还是新规，哇，可以拆一些的哟。胸口的月牙灯啊，还是分件的，哇，眼睛是超亮的绿灯，太帅了，这张卡真的不错了。我还给他做了一个黑暗升华器，这位一针一血，隶属于光之势力，拥有和欧布一样强大的实力，而且他还能复制西卡利的外挂，这就很离谱呀！我的天哪，简直不要太爽！还有两个，看看，一个是戴拿闪亮型，那么压轴的就是新登场的积木人欧布原生初始形态。哇，我没想到这一位非奥特曼角色的隐藏款有这么酷，他真是非常喜欢啊。小伙伴们满不满意呢？